我意料之外，还有好多好多人来。这个是灰原哀主题的实验室特饮，这个杯子看上去老脏的，我大概是来检查卫生的。现在已经开始放了很多人进去了，我还在排队。让我先凑合拍一下，这个是少年侦探团的汉堡、炸鸡跟薯条，这个是秋实网的这个牛肉炖土豆，这是小兰的喜欢的圣代巴菲，这个是市井秀一的双莓冰淇淋。